儿女藏，之后没有这些角色了，之后要重置。对。哎呦，好凶好凶！哦、啊，你超打得赢他吗？哎、欸，其实我现在是，哎、欸，刚安迪，我现在超人强。屁嘞！我全部乱按嘞。看来你有超人的基底啊，是个超人奇才啊！哎，你空花哦！放你哎，我中空！玩玩玩，你的血不太好。哇，好惨哦！哎，不要让他卡住了。对啊。打佛伦好难打，哎呀，哎呀，本行来，本行来，怎么这么老的歌你？你怎么有办法接一个这么尴尬的歌？你也太尴尬了吧！本行来都来了，是怎样？本行来，噔噔噔噔噔，丢丢当啊！哎，我死，不要。哦，这只我真的不行哎、欸。这是我们交换，有用吗？那我辅助装给你吗？你会不会更惨啊？我怕你更惨。不会，好。看，你卖来了啦！你哪是卖来了啦？我自己弄好了。我问他哎、欸，你卖掉了？卖掉又买，又卖掉又买。我以为你要跟我换嘞。你先拿着啦，没关系，没有那没差。白痴哦！啊，我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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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到底在干嘛？很烦呢。哎，为什么我没有推？啊，完了！啊，我完了，你跟我换更惨。没有。那是刚开始你养的，屁啦！哇靠！你他妈零四一的人说我养的，关我屁事哦！哦，抓战犯！哇，关我什么事啊？哇，这个 DC 企划看来是要宣告失败啦！哇，沉入海底啊！啊，还有都是因为艾达在沉入海底。哎、欸，我下场了。你屁嘞！哇，不行哎、欸，干打不死他哎、欸，他现在魔王了。不能再打他了，人。哎、欸，他开大。不要不要。发育先。哎、欸，我按错了，我按错了，谢谢。怎么？好、哦，在闪。你让我好紧张哦。你们觉得今天这个企划这么的困难，原因是什么？是我们的英雄吗？累的。可是我记得我们之前做这种符合企划，好像赖达再也有赢啊，造型的就有赢啊。太容易被 counter 了。没有，是没有人变超人。今天仅仅没有输很多哎、欸，四千。那也还好，四千还好，我们刚输一万啊。对，四千真的还好。我们刚刚八分钟哦，同一时间哦，输一万，现在是四千哦，没那么严重了。你看我，就让我带着兵线嘛。哇！干，我就没大局。哦哟，这个鸟，风骚走位啊，小姨。我跟你说，今天这样一整天打下来，这场是目前我们是逆的最好的，逆风最好的一场，对，最不逆的一场哦，目前。哇！刚回，哎，这可以打。哇，不行，被他划烂，没有人打得死他、啊。不要让他划呀！啊，我们的角色就长这样啊！我觉得我们下一场
屌一点，直接打排位，就对面就不会有什么佛洛伦跟输这个东西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我这个想法很好哎、欸，好像可以哦。因为这五支一定不会被 ban， 不会被选的、啊。那你现在玩超，现在玩这个说人酸的角色，我可以玩啊！我刚刚就说我可以玩啊。直接发疯了，我不能理你。管他的嘞，他妈的，先干再说了啦。人要比车凶，知道吗？后面有飞雷，我觉得飞雷可以打。Nice。走走走走走，我会死，我会死，走走走，我要保你。嗯，他还有霸体哦，他霸体还在。嗯。哇，他是怎样？一共从中路滑的。对啊，为什么可以这样啊？好扯哦，打太久了吧？中路滑到我们塔前了。讲话。晨晨怎么有一点厌世啊？升塔！队友死光，他队友死光了。我要给他一支花。他开完了吗？没注意。好像还没哦，我没有听到那个音效啊。突然一瞬间就一波，是不是？好，他有接到吗？啊、靠！压死了。零秒，被那个复活了，凌月。究竟？订阅付，你们不点塔、喔？我没有点。啊，赢了，赢了！啊我还要再玩一场啊！来啊，我们打一场排位的 DC 是不是？